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未止，西营盘 Ursus Fitness 爆疫，累计10名员工同埋顾客中招，包括一名健身教练。事件引起社会关注，近日有网民发文指，由 Ursus Fitness 的 Facebook 专页分享片段，发现一名女客人同教练练习打拳的时候，二人都将口罩拉低至下巴位置。早年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曾经拍片提示，口罩不好移位，如果戴到下巴的位置，可能会将口罩外的细菌食入肚，而戴得太上到眼部位置，亦可能将细菌带入眼，引起感染。卫生防护中心指 ，Ursus Fitness 嘅27岁健身教练确诊，属源头不明个案。佢最后翻工日期喺3月9日，健身中心再多9宗初步确诊，涉及员工同顾客。中心正跟进调查个案嘅感染系咪有关联。又呼吁曾经喺3月1日至10日到访嘅人士尽快致电中心。